求求这些粉丝赶紧退出粉籍吧，女粉公然对杨洋的蜡像做出不雅行为。这要是真人在场，岂不是清白都要没了？薛之谦在红毯直播中被狂热粉丝强吻。哇！哎，这位先冷静一下，冷静一下。原来这就是动物世界啊！女粉丝大闹活动现场，自称古天乐老婆。姐什么时候从美国回来了？韩雪在电影发布会上遭男粉袭击，不回现场强吻强暴，当众非礼她的男粉丝。每一次疯狂粉丝的行为，都是让韩雪和她的工作团队十分头疼。我劝这位年轻人告诉为止。下面这位男粉就更厉害了，两次求婚网络单，打得不定呢。干嘛呢？还在另一个节目中求婚迪丽热巴。对，所以我今天呢会准备一个。是吧？我觉得喜欢完全可以，你可以很好的下单。你是个娱乐圈集邮票呢。